哪一道墙能真正保护你呢？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一天一章，生命发光。今天来读尼希米记第十二章，从以斯拉记开始读到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总共有三次归回。第一次是由所罗巴伯带领，第二次是以斯拉，第三次则是尼希米。时间横跨了将近100年。在这一章里，作者主要整理了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祭司和利未人名单，也再次确立圣殿侍奉的次序。经文的最后，我们也要参与尼希米献上城墙的盛大典礼哦。让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同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图、释迦尼、利宏、米利莫、易多、进顿、亚比亚、米亚民、马迪亚、毕加、士玛雅、约雅利、耶大雅、撒路、雅木、希勒加、耶大雅。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利未人是耶稣亚、宾内、贾灭、士利比、犹大、马他尼。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耶稣亚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时，以利亚时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雅。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雅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以斯拉族有米舒兰，亚玛利亚族有约哈难，米利古族有约拿丹，士巴尼族有约瑟，哈林族有亚拿，米拉约族有希勒凯，易多族有撒加利亚，进顿族有米舒兰，亚比亚族有细基利，米拿民族某，摩亚底族有皮勒泰，毕加族有沙姆亚，士玛雅族有约拿丹，约雅利族有马特乃，耶大雅族有乌西，萨莱族有加莱，亚木族有希伯，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耶大雅族有拿坦叶。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难、亚杜雅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直到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难的时候。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士利比、贾灭的儿子耶稣亚，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马他尼、巴布加、厄巴迪亚、米舒兰、达们、雅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萨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希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马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的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敏、士玛雅、耶利米，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约拿丹是士玛雅的儿子，士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该亚的儿子，米该亚是萨克的儿子，
撒克是亚撒的儿子，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是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马艾、拿坦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谷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民、米该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哈南尼亚吹号，又有马西亚、示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难、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手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尼西米当初并没有在重建好城墙之后马上举行奉献之礼，而是等到百姓们认罪悔改，并且重新与上帝立约之后，才欢欢喜喜地将城墙献给神。相信尼西米会这样安排，是因为他想让百姓们明白，真正能保护以色列人民的不是耶路撒冷城墙，而是百姓们忠诚敬畏神的心。鼓励你让敬畏神的心成为你一生最坚固的城墙，这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保护哦。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不再依靠其他的物质，因为我知道唯有敬畏你才是我一生最好的保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最后让我们用一段经文来彼此勉励，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陪你读圣经，我们明天见。耶稣爱你，我也爱你。